我叫岳阳，这个杀手今日师父给我派了第一个出杀任务，贺云行。此人是十四衙门的统领，五毒俱全，手段残忍，我一定要杀了。娘子，你这是？贺月阳杀了你叔父。贺云与娘亲的死状鸦雀飞尾，查明贺云死亡的真相，就能找到杀害娘亲的真凶。真凶定是利用此伤将杀人嫌疑嫁祸给巧看来这凶手一直都潜藏在将军府里。司月瑶就是大邱细作的，以后跟你母亲一样没有好下场。贺云行为什么还没死？在找到杀害我娘的凶手之前，我不会杀他。这些画面都是我去世的记忆吗？他和我什么关系？师父到底为什么让我杀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娘是不是你杀的？